款名叫《全面吃鸡模拟器》的游戏上架了 Steam， 其鬼畜搞笑的风格瞬间引起了部分吃鸡玩家的关注。开发商 Landfall 在之前也制作过一款明代模拟器的游戏《全面战争模拟器》，本作无厘头要素就是继承了这款作品，玩家操控一个蠢萌的橡胶人，傻傻的表情，鬼畜的动作，让人忍俊不禁。虽然本作是恶搞游戏，但要求的配置还是蛮高的，玩法和原版吃鸡差不多，保留了画面中间没有准心，只能靠手感或者右键开瞄准镜的硬核要素，而其他很多元素都进行了恶搞处理，例如降落方式换成弹出，把橡胶人直接扔地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利用鬼畜的抽搐爬起来，毒圈变成城墙，一定要在城墙全部包围之前进入圈内，不然必死。地图不大，房子分布比较散，再加上枪支不易获得，跳错地方就只能全裸了。橡胶人不像真人那么灵活，偶尔会出 bug， 所以玩起来还是有难度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作的武器种类相当丰富，有现代的，也有二战时候的，手枪、步枪、散弹枪、狙击枪、弓弩，这些都非常齐全。另外还有重机枪、RPG 等夸张一点的武器。近战武器方面，除了普通的撬棍、斧头、扫刀之外，还有菜刀、太刀、双剑等等比较搞笑的武器。手雷的种类也非常多，定时炸弹、次元手雷等等，神器平底锅是绝对不能少的。总之，开发商准备了很多搞笑有趣的武器，后坐力要么太大，要么太小，整体手感略微妙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能够体验欢乐吃鸡就已经很满足了。